问题通装虽然解决了，但是温达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件事情得有人负责。您觉得呢？是是是，你有什么想法，我都支持你。我要开除四个人，这四位高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明天开始，我不希望在温达见到他们四个人。志成啊，我知道，现在。 咱们温达的内部管理出了问题，不管换不换供货商，但是针对每批的面料，他都要进行 IQC。现在呀，市场多变，你这样大幅度的换人，这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找到解体。就说那个设计总监，那我们也是许下重金才把他挖过来。志成啊，公司啊，不平不对。 忠诚度要强，可是也要讲灵活性。现在咱们温达奄奄一息，你这么下黑药，病入膏肓，必须要有补偿之药。另外，集团的副总裁顾炎之，负主要的领导责任，我要撤掉他，去温达的子公司艾达担任副总。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哥，我还是坚持我所选择的。我知道我跟你回美国之后，会有另外一种人生。但是那种人生，我可以预料到结果是什么。也许结局很好，但如果我留下来，一切都是未知的。那种未知是充满魔力的，让我可以有动力坚持下去。 所以，给你吧。既然你做出了选择，我尊重。从今往后。 你就坚持你的选择吧，我不会再干涉你的梦想，不会再干涉你的事业。哥，你别生气啊！我没生气。我撕掉这张机票，是要告诉你，再往后你选择的，你面对的。 是你的人生，再往后你面对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欢乐，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尊重。明天我就回美国了，再往后，祝你好运。哥，你别这样。 哥，你走了。就代表温达，明天会生产出更多这样的问题服装。温达创立26年，一直信。
最后还是二哥有魄力啊，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现在爸爸可以放心的倚重他了。厉志成还当场处理了问题童装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其中温达副总裁顾延之被撤销副总裁职务。再往后，你选择的，你面对的，是你的人生。再往后，你面对的所有的困难，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今天要不出溜的走了，没说啥。他还想说什么？他都说了一晚上了，我不想再听了。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了，他不能再这么说我了，我不能再什么都听他的。我自己的问题我要自己解决。自己解决？哎，咱那网店都那么多差评了，门都关了，他要在一个月之内想清下年的房租怎么付？你就不能撒个娇卖个萌吗？这不钱就解决了吗？老在那倔什么倔？我不倔了，我打算出去找工作。这也不是你性格呀，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个创业独立的设计师吗？是，我是想自己创业，我想成为顶尖的设计师，但那是未来。现在我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你看我的偶像 Raf Simons， 人家主张设计自由，还去第二工作。我不能老依靠我哥，我也想拥有更多的历练机会。我觉得去大公司给别人打工，这也是一个历练的机会啊。嗯，合着你这慷慨激昂说半天，不是为翻倍的房租而英勇就义啊？需要这么一针见血吗？虽然可能要意味着我失业吧，但我还是要祝你面试成功 ，fighting！ 只要我能面试成功，我一定拽着。boss 前，等你凯旋归来。好 ，fighting！你放的那把火，我看到了。你冒我的名，是不是应该事前跟我说一声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也相信大哥是酒驾而亡的。你认为呢？嗯？在我记忆里，大哥滴酒不沾。啊，问达的你家同事，爸还叫二哥在里面呢。二哥来了。我看过他喝酒，他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会偷偷的阻止喝酒的。他不可能压力很大，而且马上就要和尤阿签订一个大单子，他没有理由去喝酒。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冲突？想说什么？我跟他还有什么冲突啊？我一直跟大哥有通信，这十年内你们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我大哥接手温达之后，你一直在管着他，束缚他，他一直想要转型，想要改革，但他做不到。我是在帮他，他跟你一样啊。
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世道艰险了。要不是我看着帮他，温家早就完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的原因。厉家上上下下除了你谁都是错的。你回到这个家就是跟我说这些啊？你别忘了这句话十年前也说过了，你不要再说你坏话。是啊，废话也改变不了什么，大哥也回不来了。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去处理，大哥的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哥，二哥，你是不是又要走啊？要不你先别走呗。等会儿薛伯伯过来看爸爸，一起吃过晚饭再走。薛明涛。对啊。林浅，你的简历呢？我都看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疑问，你之前做个人电商的，为什么现在来思美琪应聘了呢？不瞒您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房租涨了。我眼下需要一份工作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在你已经放弃创业了？是的。好，司美琪现在很欢迎像你这样优秀的设计师。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收集一线大牌的最新设计方案。在一线大牌设计的基础上呢，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消费者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一个面料，我们再进行改造。哦，喂，雅姨，司美琪同意我入职了。真的？太酷了！我就知道你一出马就一定能成功。但是我拒绝了。嗯？为什么呀？我去他们公司内部熟悉环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部基本上就没有自己设计的产品，全是抄袭的。毫不夸张地跟你说，我去了之后那绝对是抄版式。可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司美琪的待遇挺好的呀。待遇好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说我做设计的，我去那如果让我抄版的话，我真做不到。嗯，我去下一家公司面试了，祝我好运吧。嗯，拜拜。给我吧。好的，欢迎下次再来。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还装？你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吗？你知不知道那份工作对我很重要？为了这份工作，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跟我嚷嚷什么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咱俩真的不可能。啊！你干嘛？这个恶毒的女人，不想让我活是不是？你也别活！啊！啊！你在说什么？放开我！给我死！
后要再来纠缠我，小军，我对你不客气。你脚没事吧？没事。我带你看一下，走。董事长。志成这次回来呀，我真高兴啊！我表个态，今后我们温达所有人，唯志成马首是瞻。如果要是哪个不服管，志成啊，你回头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收拾。董事长，我不是当着您的面啊，恭维您的儿子。哦，志成这次回来这一把火，真是颇有您当年的气势，制止了重大错误的出现。挽回了温达的形象，同时在温达内部又立了威，真可谓是一箭三雕啊！这把我给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呀！是，很好。嗯，是。我们立下。就看你了。志成，你说两句嘛。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为了温达好，只希望大家能够全力的配合。你喝水，哎，慢点啊！哎，好好好。其实真没什么大事儿。什么没事儿？哎，我自己来。你别动。我不习惯被别人这么。好凉啊！哎，怎么样？好点吗？行了，行了，行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今天怎么这么巧，正好在这儿碰上了？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也许。是上天派我来拯救你的。对了，我听说你们 H 杂志要做一个专题，职场新贵。消息还挺灵通的呀。怎么样？你觉得我合适吗？哪方面怎么样？各方面呢？适不适合你们的专题要求？我们这个专题已经有人选了。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厉志成吧。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儿，不太方便向令总透露。哎，我今天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确定不再考虑一下？首先很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但是至于其他的事儿，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以后找机会了，宁总。好了，我该回去了。要送你？啊，不用了吧。好了，我送你。哎，我真的。姓宁的，你牛气什么呀？我也是新宝瑞的董事，新宝瑞再怎么着也是姓祝的。简历上说你是圣约克大学毕业的。是的。
我3年前是以专业成绩第一名从声乐科大学毕业的，附录上有我当时的设计作品，您可以看看。祝总，这个圣约克大学很好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圣约克大学就是英国最好的艺术与设计学院，世界四大时装设计学院之一。你毕业之后在哪儿工作呀？我毕业之后没有进入公司，一直在独立创业。哦，一直失业呀？看来这圣约克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没多厉害。毕业3年了，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这位领导，我毕业之后选择创业，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工作，创业也是工作的一种，您不应该一概而论。你可想清楚了啊！今天呢，是你面试，招不招你，全在我一念之间。我知道，但我觉得您不能因为个人喜好来判断一个员工的价值。我只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客观理性的判断。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偏偏不想理性做事。喂，哎，辛宝瑞面试的怎么样？拿到 offer 了吗？别提了，辛宝瑞那个面试官像个神经病一样，我无缘无故被他怼了一顿。怎么回事啊？你招他了？不知道，可能是他对声乐课有什么意见吧。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哦，我跟你说啊，这网上有家叫艾达的公司也在招设计师，所以跟你汇报一下，你要不要去面试？艾达？艾达是万达的子公司吧？嗯，好像是。现在万达的公司内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现在过去无异于自杀，你可得了吧。不是，我跟你说，这重点是这新 boss 长得特别帅。我现在是去找工作，又不是去相亲。行了，不说了啊。啊？我一直跟大哥有通信，这10年内你们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你一直在管着他，束缚他，他一直想要转型，想要改革，但他做不到。爸，你真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温达变成别人的生产车间吗？毕竟生产是温达的强项，其实要变成加工厂呢，也是温达的加工厂，但转型做品牌呢，风险太大，我不会冒这个险。温达是我一手带着走过来的，不需要你告诉我怎么走下去。我只需要1周时间，1周之内我会替温达拿下一笔巨额订单，足以支撑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就1个星期啊！我的意见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爸，你这个决定是让我离开温达吗？你敢？既然你让我管理温达，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变革？不要这废话。废话，你改变不了什么，大哥也回不来了。真没想到，大哥就这么走了。Grace 是怎么跟大哥认识的 ？Grace 跟大哥有什么关系？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降顾延之的职啊？这件事情你不用管，我有自己的打算。
需不需要帮忙啊？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快点啊！快收拾。 李志成，你伤那批童装的时候不让我在场，就是为了把我贬到挨打是吧？是啊。不是，那四个人是应该为问题童装负责任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帮了你这么多，你却这么对我。不，你要找替罪羔羊也不应该是我呀。挺好。什么挺好？我需要一个解释。 你打算这么做？我到了，谢谢你送我上来。哎，我到了。我知道。该不会是在等我说，要不要进来喝一杯吧？ 我们这种做生意的，对概率微乎其微的事情，从来不会乱讲的。所以，我会主动先问，我能不能进来喝一杯？家里不错，很有格调。嘉宾吗？不加，谢谢。 刚回国，进的第一家公司就是温达。那会儿，我是设计总监。而一年之后，你就带着七个设计师集体跳槽星宝瑞。那个时候，温达正打算创立自己的品牌，所以你的行为，让温达一蹶不振。我说的没错吧？你只说对了一半。 其实当初我离开温达，是厉志谦的意思。厉志谦当初早就看出来温达已经存在着各种问题，早已经病入膏肓，进入了非常腐败的局面。当初我一直想做品牌、做项目，可温达那个烂摊子，除了厉志谦之外，没有一个人响应支持我。而厉仲明老爷子也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偏见和看法。厉志谦为了不耽误我。 才让我带着整个设计团队离开了文达。那你为什么要几次三番的对付厉志臣？嗯？也许自打他回电海时，我们第一次交手的那一刻，我们注定就是竞争到底的对手了。所以你就联合陈真，打算把他干掉？ 不然我就会被他干掉。然后呢？然后你再干掉陈真，你就一家独大，是不是？说话。你现在这么咄咄逼人的样子，真的很吸引我。很抱歉。 你不吸引我，我看你站队站的是不是有点早啊？你确定要站在我的队里面吗？晚安。
今天我们温达集团要投票选举新一任的总裁，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董事长李忠明先生。前一阵子呢，我们跟问题童装的事件是我的小犬栗志成处理的，结果我很满意，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他的实力。志成，你说几句吧。我暂时不会参加温达总裁的选举。今天的决议是，我将出任子公司爱达总裁的任命。如果任命成功的话，我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将放在子公司爱达的发展以及独立品牌的研发上。谢谢大家。先斩后奏，我认为这是对爱达以及温达最好的决定。既然这样吧，那我们大家就举手表决同意栗志成来担当我们子公司总裁的，请举手。别等，这么大的决定，这么相信你？反正你也不会同意，不是吗？谁都不说就丢了这么个重磅的炸弹。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我自有打算。那我去爱达帮你吧。有顾言之在，你回家照顾好爸就可以了。哥，哥，这就是爱达的办公室。爱达以前的行政级别不高，所以跟母公司也没什么关联的交易。现在这会儿，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总裁办公室。你等我帮你整理好了，你再搬进来。这是公司的天台。这房子是，啊，这是爱达一个以前的设计小组用过的设计间，但现在已经闲置了。今天在开这个会之前，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爱达公司的新任总裁栗志成。林志，你给大家介绍。好，临海市工商联为我们临海市的服装企业争取来的一带一路配套项目，文盛集团将要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而他们的重点是在东南亚地区投资产业园以及土桥。
要建设项目，而我们要参加的，就是名盛集团那些建设项目当中的工作负责招标。这将会是一个5000万往上的大单，而它的战略意义早就已经超越了一个订单的倍。如果我们爱达能够拿下，对于扩大我们爱达的生产能力，以及盘活企业信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下面是资料。这个项目固然很诱人，以爱达目前的产能，要接下这个订单非常难，完全是蚂蚁吃大象。我们爱达根本就没有这种大单的多资金储备，按照集团的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贷款都很难。李总，要不您再考虑考虑。不用了，我已经决定了，必须要拿下这个项目。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对这种户外服装的设计经验啊。没有设计师，我们就去找。从今天起，爱达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竞标。雅姨，干嘛？快来啊！干嘛呀？快点！别催我，我得下楼梯。快点！你以为这是滑梯？干啥呀？来，帮我去试一下。送我的，去试试。好。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总监和财务主管说的也不无道理。现在爱达的规模虽然小了一些，但运营的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赌上身家性命去拿下这个单子。我要的不是爱达能火，而是温达。我知道。你到爱达来，并非要抛弃温达。温达现在是一盘死棋，董事会人心涣散，还在闹管理权纠纷，做些实事还要应对一大堆配套的行政内耗。想要保住温达，必须要从这里下手。我知道，你这招金蝉脱壳的确是高，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爱达可以利用温达的生产资源，爱达火了，才能推动温达这艘大船掉头。所以。这个战略能否启动，全看我们是否能够拿下这次一带一路的项目。这个项目竞标的关键就在于防水性能的设计，所以你现在有合适的设计师人选了吗？我有一个人选。昨天呀，你的一个校友来面试，我一看吧，这毕业三年了，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所以呢，我就把他给刷了。哎，宁总，你说我这样是不是特别不给你面子呀？哼，这圣约克大学毕业的学生吧，素质也是越来越差了，还海归呢。你说这花这么多钱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啊？不一样找不着工作吗？所以我就劝他，我说你别再找工作了，小姑娘长得还不错，老老实实啊找个有钱人嫁了，一步登天，这样多好。哼，那多读点书，总比嫁给一个成天在问读书有什么用的人要好。不，这小兰花真的超水润。雅姨，你穿上这件衣服，像白雪公主一样，特别白。你再穿，转个大圈。哟，夏夏，干嘛？干嘛？真好看。哟，真漂亮。行了，脱了吧。嗯？你不是送给我的？这是我要拿网上去卖的。不是。你想什么呢？我都给你了，我拿什么钱给你付工资啊？脱了。
你把昨天来新宝瑞面试的人的简历都拿给我看看。这里就是林浅的工作室吧？白马王子来了。又见面了，找我有事吗？这件衣服就是拿温达仓库那些破面料做的。干嘛？你想收走啊？既然给了你，我是不会收走的。那你来找我干嘛？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谢谢你等我江城的告白，让我在时光里期待，芳草萋萋也等着你，你擦肩而过，余温还在，爱情才明白，你的青睐会黯然，梅花落了樱花开，谢谢你真好，也在孤单的站台，你已经不在，带着一程回忆离开，当衣袂飘飘想到了不舍的开始，少年归终究会发现，许过心愿，泣过无言，老苦谁生，将谁牵，谢谢你真好，也在